发财啊！新一年又开始啦，我又恭祝大家龙马精神啊！新一年大家继续要努力啊，努力啊，努力啊！咁1989年咧，喺历史上嚟讲，可以选嘅非常之特殊嘅一年，就是有最好嘅咧，都有最坏嘅。不过做人一定系要向前睇，向前行嘅。所以我哋希望咧，吉星拱照咧，以佢最欢乐嘅气氛，带给大家一个最新、最欢乐嘅开始。恭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最紧要开心。1990年到了噃，我祝大家咧新年进步先。新年一年到啦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身体健康。恭喜你！恭祝各位观众马年发大达，身体健康。各位朋友，我而家拍紧呢部叫《吉星拱照》，导演就叫杜琪峰，就系世界纪录保持者，唔系香港啫，佢唔系世界。咁咧就嗰啲演员咧，有张亚加、周润发啊，嗰啲演戏咧真系好好嘢噶啦。不过我一拍埋佢咧，佢哋都同我系差唔多啫。抢晒镜头啊！咁今次有咩贡献啊？冇咩贡献咋？今次都成日都冇咩靓衫着。仲冇靓衫？好好好，超靓衫啊！最多靓衫着系李志，李志最靓啦，真系。一件衫，你都我成日。李志唔着衫啊，唔着靓衫都靓噶啦。咁啊，李志唔只有靓衫，佢仲有得嘴嗰度好啊嘛。系啊，真系。回咗好多勇。不过睇嗰啲毛片咧，佢可以接咪两个接吻 NG 20多次啊。喺佢哋成日同我鬥氣咩？係嘛？咁呢個角色同上次有咩唔同啊？有上一次俾人打，呢次有咩打？不過唔係我同你三個組合咧，拍《阿華的故事》啊，好多觀眾啊投訴話喊濕幾包紙巾。咁呢次係點睇啊？吉星拱照，梗係開心啦，補翻數啊嘛。唔係啊，我哋拍我自己都好好笑啊。係啊。尤其是嗰啲唔鹹唔淡嘅廣東話仲好笑。變聲啊！佢而家。唔係嘛？